描绘未知，想象未来，给思想做一场实验，让思考多一些可能。我是水娃，欢迎大家关注水娃的科幻故事。两名警察跟随着两名解放军军官来到汪淼教授的办公室，想了解他是否与一个名为科学边界的秘密组织有过接触。该组织由来自世界各地的著名知识分子组成，其中一名鲁莽的警察史强不断骚扰汪淼以获取更多信息，最终被其他军官委婉地制止。纳米技术专家汪教授被邀请参加一个秘密会议。当军官们离开时，汪淼无意中听到他们在谈论作战中心，这加剧了他的困惑。下午，汪淼到达了作战中心，他惊讶地发现房间一团糟，每个人都似乎都睡不足，惊慌失措。该小组由将军、警官和著名学者组成，其中一些竟然来自北约和五角大楼。作战中心的领导是中国将军常伟思，人群中还发现了警察史强。史强询问了汪淼的专业，这是一个名为纳米材料的新领域。汪淼解释说，他制造的材料非常坚固，仅仅一股便可以切割汽车。史强立即开始思考如何使用这种技术来犯罪，这让汪淼很恼火。会议开始了，汪淼困惑地发现常伟思将军称北约军官为同志，此外这个房间里的每个人似乎都立场相同，只有史强对常伟思极为不满，抱怨警察被排除在信息圈之外。常伟思提醒史强他最近已经被停职，但不得不承认史强虽肆无忌惮，性格狡猾，但在这个战争时期是很有用的。汪淼不明白这是什么样的战争，并开始质疑自己的现实感。常伟思将军解释说，敌人正在攻击科学界，并给他看了一份已经遇害的著名物理学家名单。汪淼留意到了一个名字，敏锐的史强意识到了这个事实。作为一名狂热的风景摄影师，汪淼回忆起实验室中特别的一天，在他实验的仪器中看到了一个美丽的女人。后来他得知这个人是杨东，一名才华横溢的物理学家，也是遇害名单上的最后名字。从那天起，汪淼就把杨东想象成他所有照片的中心，因为他令人惊叹的存在似乎就是他的所有工作。令汪淼震惊的是，名单上的所有物理学家在过去两个月内都自杀了，杨东就死于两天前。杨东的男朋友丁仪出示了杨东的遗书，他哀叹道，物理学从来就没有存在过，将来也不会存在。丁仪解释说，随着物理学变得更加复杂，理论图像开始模糊不清，科学边界试图确定科学对自然界的认知在深度和精度上是否存在极限。虽然其许多成员表现得好像该组织是一个邪教组织，但它实际上是一个正式的研究小组。汪淼解释说，他是通过中国裔日本物理学家申玉飞介绍到科学边界的。他的论点令人着迷，但尽管汪淼对会议上讨论的话题很感兴趣，但他最终因没有时间放弃加入。然而现在常伟思将军希望他加入，因为他们需要有人来了解这些科学家到底在做什么。汪淼最初拒绝了，但史强嘲笑他软弱，在愤怒面前汪淼只得同意加入。会议结束后，常伟思将军陪汪淼走到车前，
汪淼仍然对所有情况感到困惑，常伟思并没向他提供任何解释，只是说整个人类历史都非常幸运，但如果都是偶然，那么总有一天会结束。让我告诉你，现在这一切都结束了。汪淼上了常伟思将军提供的汽车，但汪淼没有回家，而是径直去了丁仪家。21世纪初的中国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国相比，早已截然不同。现在的科学家更受到尊敬，虽然公开反对政府仍然有一些危险，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不再支配科学理论的方方面面。因此，科学家汪淼能够与政府和平合作，而不像他之前的叶哲泰。还值得注意的是，鲁莽的史强和温文尔雅的汪淼之间形成强烈对比。随着会议进行，科学家汪淼和思想更务实的史强之间的冲突也逐渐明显。尽管如此，史强试着理解汪淼在应用科学领域工作还是有用的，与理论物理学家叶哲泰不同，汪淼将理论应用于有形的材料，以创造新产品，逐渐弥合抽象思想和实践思想差距。另一面，虽然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40多年，但中国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外交关系仍然岌岌可危。但所有这些通常如此对立的国家都走到了一起，这表明发生了一些汪淼无法想象的全球危机，让所有这些通常对立的军人都在同心协力工作。有趣的是，房间里的对立不是在不同国家之间，而是在不同地位的人之间。例如，警察史强讨厌军官们的轻视，过于他缺乏这些人印象深刻的资历吧。会议中，通常客观的汪淼努力理解周围发生的事情。然而，与此同时，当前更多细节正在成为焦点，例如高级物理学似乎是问题的核心。除了介绍杨东的封闭形象外，剧情还暗示了关于汪淼的人物侧写。与他的许多同事不同，汪淼有风景摄影的爱好，虽然他的工作专注于复杂的理论，但他也能够与工作保持一定的距离，欣赏周围日常生活的美丽。虽然汪淼对科学边界几乎一无所知，但很明显，无论该组织正在进行什么研究，都对所涉及的科学家和他们周围的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特别是杨东担心物理学从未存在过，这表明科学边界已经做出了一些新的可怕的科学发现。这一发现是如此深刻，需要世界上所有强大的国家做出军事反应。史强说服汪淼加入科学边界的能力依赖于一种反向心理技巧。显然，史强在理解和操纵周围人的心理上非常娴熟。虽然没有详细说明，但这是一场男人之间的战争。汪淼决定加入科学边界，部分原因是他曾渴望得到杨东的关注，另一部分是为了向史强证明自己。最后，日常生活和更大的历史叙事之间的区别把人们的心紧紧抓住。最初只是汪淼生命中非常平凡的一天，而现在却标志着人类历史的岁月静好的终点之间的转折点。换句话说，看似平凡的生活现在已经不复存在。这一切迫使我们反思人类的历史，与这个充满未知的未来相比，过去历史中的那些悲惨的事件只是微不足道。